装修家里的箱，时间长了，可能家里的瓷像有点熏黑了，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清理菩萨像的脸啊？拿干净的布擦呀。那要是擦不掉呢？擦不掉，拿湿的擦呀。那会擦花。那就用干的呀。哦。干的用点劲嘛就好了。嗯。湿的不能擦的话，只能用干的。嗯。嗯。保持一点点也好啊，没关系的。好。不能点香。啊、嘴巴里要念心经，手要干净。嗯、好了。